1966年3000多块钱一斤的白酒，这一坛是1000多斤价值300万的酒，我们品尝一下。拥有它，有车有房。这是五谷。这个感觉多好，漂亮。哎，你再签个字吧。买酒，现在买酒的文化很多。集五粮，以五行，哎，以五德，那个尊五德，酿五味。一天一锅皇室酒坊，好，谢谢。很好，我得把我的名字写上。你看啊，我是酿酒人，我是酿酒者。我今天打给你是2023年11月7日。黄一锅就是老板的本名。哎，我们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已经传承了多少年？176年，第五代传承人。你尝尝，我尝尝，我尝尝。哇塞！哎啊，给大家看看酒体厚的感觉，60度，这个酒一点不呛，虽然60多度，但下来是很顺很柔，整体咽下去就是那个酒香非常浓郁。来了一口好酒啊，干！又来了喝一口啊，你喝了我们黄氏一锅酒啊，让你的妹妹的妹妹的。这就是酒文化，传承了100多年，第五代传人的这个皇室一锅，谢谢。